大家好，我是鹿酱。这支影片呢是来记录一下我们麻吉已经六个多月了，来记录一下六个多月的生活。你也想入境是不是？可是你现在只有一半耶，那你过来一咻咻。刚才呢，麻吉已经喝完早上的奶奶，那等一下呢，我要带他去一个两三小时的托婴，因为日本有很多这种设施，只要小朋友他长到一定的月龄，你就可以让他去托婴个两三个小时，他们也不会问你原因，就是让爸妈可以放松一下这样子。因为我的手受伤的关系呢，就是我写在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， YouTube 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马吉呢，他突然在游戏区开始哭哭了，紧张嘛，冲过去看，结果我就不小心被那个围栏绊到，直接跌倒。我觉得真的是变成妈妈之后，你真的会有那个母性哎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，真的就是顾他，所以我马上就是用手都这样撑，然后手指直接这样折下来着地的。还好万幸的是马吉完全没有受伤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指甲比较长的关系，我这一只指甲就整片被拔起来。那所以现在就是有伤口，我就没办法自己洗头。医生是说等指甲全部长出来差不多要三个月吧，所以这三个月呢我可能都出去给别人洗。那想说把马吉放去那两三个小时托婴的时候，我就去给人家洗个头，对不对啊？妈妈连找个洗头的时间都好困难哦。豆豆好可爱呀、啊、他现在满六个月之后真的跟之前蛮不一样的。你以后长大给你看以前的影片好不好？他现在超会翻耶，只要给他平躺在那，马上就会翻过来。你表演给大家看你超厉害的翻身技能好不好？看你好像也跃跃欲试哦。哇，好厉害呀、哦、跟妈妈准备出门吧耶。期待哟。哇，今天又是快乐的出门日。准备要去洗头之前来逛一下便利商店，然后发现他们小鸡面现在出了担担面，买来吃吃看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嗨大家，那我刚接完马吉回来，现在喂马吉喝奶奶。因为马吉他窝在背巾上面，他觉得很舒服，突然把它放下来他就会哭，所以我想说那我就背着他做奶奶。今天我们玩得很开心啊，妈妈也多亏你，所以今天可以好好的洗个头哦，谢谢你哦。好开心啊，你的起床的时候心情最好最舒服了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再一个小时来吃今天第二次的副食品好吗？好哦，小吃货。妈妈每天跟你玩都觉得要没梗了。马吉有几个很爱玩的玩具，首先呢是这颗球球，还有这个巧莲是像不倒翁的东西，然后还有这个是我妈妈买给她的狮子玩偶。随着月龄越来越大，马吉睡着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爱玩哦。马吉醒啦！哎呦，他是一位，睡饱了呀？你要不要看阿妈，宝贝？马吉 ，Hello， 哦，绿色的球球在这里呀、啊。马吉提早肚子饿，大家听到他的声音吗？我现在要弄副食品给他吃，来吃饭喽！啤酒我们做好，小心手手，来手手举起来，对，好棒啊！今天小客人的菜单是萝卜、红豆，还有番薯。最近吃完饭还会让他练习吃一下米饼，让他自己练习抓握。哦，看到米饼了。一开始其实马吉还不太会吃，慢慢训练。可以伸手抓抓哦。对，对，用手手抓，抓起来。哎呦，没错，往嘴巴塞，角度有点不对，可是你可以。哇，吃的好棒哦！好厉害呀、哦，吃的好棒哦。对，你好棒哦。你看，你把前面吃掉了，那我们再往前抓抓。没错，哎呀。妈妈先把你放着，去清理一下副食品的东西哈。
自己一个人可以玩吧。妈妈放这个给你看。妈妈来叫我这么开心啊！大手手和小手手，大手手和小手手。妈妈要不要跟你玩水饺游戏啊？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颗，哇哦，做一颗这么大颗的水饺，好不好？做猪肉水饺，首先先把猪肉剁碎。原来你喜欢剁猪肉啊？那妈妈再剁一次，把我们做多颗一点。现在离文当下班回家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所以要煮饭。现在日本米荒是比较难买到米，还好我们之前有买。我跟文当的食量都算还蛮小的，所以我们两个其实米就吃一杯就好了，而且有时候其实一杯还吃不太完。现在比较少吃白米饭，终于要等到文当回家了。其实文当回家他也不是说会帮我喂奶什么的、啊、平常是会，是因为之前我回台湾一个礼拜，然后文当一个人一打一个礼拜，真的太伟大了，所以他就说他一打一个礼拜他就要尽情的休息。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，因为一打一真的很累，我其实觉得我好像没办法一打一打马吉一个礼拜，所以是真的很敬佩文当。马吉现在已经六个月，所以他自己其实蛮会玩的，他现在在那个围栏里面玩他的各种玩具，之前都没办法，这样一定要有人陪。好，那来煮米吧，耶、yeah ！好，大家，那现在文当已经到我们家的车站了。那因为马吉在睡觉的关系，今天马吉没有办法迎接他，我讲话也讲得很小声，因为我怕等一下吃饭吃到一半他就起来了。马吉已经觉醒了。马吉什么时候会认出爸爸呢？嗯，妈。认识したね。最喜欢爸爸了啦。妈妈也喜欢爸爸。不应，不应，不不不不不应。期待马吉长大之后可以跟他一起去吃好多东西。啊，你走路都行。马吉最近超爱玩湿纸巾的，马吉最近还非常热爱宝特瓶。耶！冷たいね、気持ちいいね。不要再玩你儿子的啦。エビ並みの。興奮してるね。やめ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差不多马吉又要喝奶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泡奶。那文当呢，他还在吃饭。今天文当呢算是加班比较晚回来，所以我们家吃晚餐时间比较慢一点点。哎呦，多いね。多すぎるよ。ちょっとカットした方がいいよね。なんか短くじゃなくて量をね、そうそうそう、少なくしたいんだよな。很多温泉嘛，我跟文当非常爱去温泉，那都会有分男女汤嘛，就很期待之后带马吉去，因为马吉应该是跟文当一起去男汤，就很开心，我可以好好享受女汤。我们马吉已经洗完澡了。我吉啊，寝るだけだね。其实马吉六个月，平日生活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因为文当平日都要上班的关系嘛，就是几乎都是我一个人顾，那我一个人顾的时候，差不多都是这种感觉。まあ俺も週に2回テレワークがあるから、その時はね。モチ見ることできるけど。其实我本来在拍这个影片之前想说，生活也蛮无聊，应该没必要拍吧。可是呢，为什么要拍这个影片？就是我晚上在回顾我们频道的时候，看到之前马吉还很小的时候，我有拍那个我们的一打一记录，
然后我就发现，哇，马吉变好多哦，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因为每天看他嘛，其实反正都没什么感觉。然后看以前的影片，还发现哇，他竟然已经变了这么多，现在会这么多事情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忆，所以就决定还是要拍这个影片。もう六ヶ月 baby だもんな。对，接下来就要变成一岁宝贝了，对不对？会走路，什么时候开始叫妈妈爸爸？给你妈妈打打的微信呐。那爸爸的小妹。妈妈妈妈。好，那差不多是马吉的睡觉时间了，那也跟大家说拜拜，谢谢大家看这支影片，拜拜，爸爸也要睡觉啦，叫妈妈莫能有干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赶紧睡觉吧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